少爷是什么少爷？这个人是有问题的，好吧？这个男生他看起来比上比下，他是有大问题的。这少爷就一碰就死。黑莓叫人了，黑莓闹麻了，还不了闹麻了，大个蛋，真是那个吧？台上打那个，就上把台去那天台上打了个玩手机那个皮。对，那把伤害他伤害是关了，但是基本上是送的，很送，就死的特别快，也死的特别快。所以他这种比较极限的转，玩手机那个，什么叫就看对线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对线那个数据，我觉得不止给，这个比较正常，这个就是正常雷达图，懂吧？就看你妈撸了差不多得了吧，不了，你也不行嘛，说的是什么队友不行，你也不行嘛，刚刚是高高一个的问题嘛，还雇佣兵，我到时候如果有婚姻方面的问题，我找你啊，可以吧？AD 里面最高的工资。那比打这种数据营销的没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他妈谁是全满吗？我操，这个图，但是哥是这样，就说明肯定有超了 AD 常规啊，也超了 AD 常规啊，吸血鬼，哦，不死，赖着不死，生存经济 KDA 不打场均 KD 输出不行，占比反输出各方面不行，这就是来一个对，但是经济拉满，经济拉满。有可能是玩黑枪的问题，有可能是玩几把黑枪的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 ，ELK 如果都这样，那雷达图他凭什么是满的呢？ELK 他送的不是很多的，很多局他7-1、7-2的，就那把他那把三分的那个 EJ 是6-1的，就那把被对线杀了一次，他就死了一次，他有些时候是怪死一次，但是一般就死个一两次，懂吗？其他 AD 反倒死的多，其实可以死没有这么多，对线死，对线死后面不死，他后面是不死的反正。哟，陈伟。一阵雷丁，哎，就常规赛装中了，好吧，到时候要逮的，哥哥逮你的，嘎啦，我就赢了几个不是很厉害的队友。常规赛我说了吧，嘎啦可以上一阵的，嘎啦，你们当时说撸了真不行，撸了数据各方面的跟大家比差很多的，撸了他喜欢玩那个，喜欢去玩什么滑板鞋，这种东西，把自己把数据整得很差。哪个是对线啊？这个？他哥哥是看什么场均参与击杀，这什么数据嘛？镀层嘛，分均伤害，分均场均经济塔 KDA 推线率，这个其实。有点那种偷啊，这种数据很定制啊，但没有场均被单杀呀，没有这些数据。场均击杀参与，这个像定制的那种。对啊，像定制数据。你看嘛，原形毕露，没线权，推线是打不过的，对线就是对线不行嘛。跟对面的 AD 比，基本上伤害是没有对面 AD 高的，永远没有对面 AD。左下角有，这里有被单杀这个。哦，这里有。啊，这里有下路对位单杀一，被对位单杀零，我操，不死亡，对位线杀五，被对哦，下路被线杀，就是二万死的，主要看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主要看这个 MVP 跟对过 MVP， 这个很 gay， 对，这个很 MVP 跟配 MVP， 这个很 gay， 这个是很 gay 的，这个说前一分钟前刚说没有参考原型，哎，不是，我看雷达图没参考，但这里很恶心。这个是有原型，对，这里很恶心，这个东西很恶心的。你看小鸟这种线杀三被对线，哇操 ，Rookie 就被他坑的小鸟。他单杀比对面多呀，单杀线杀多，他二五二打不过，他跟左哥二五二打不过。他单杀捡漏的呀，对，他二五二打不过，二五二被他妈杀烂的。原型毕露，这是 EOK 吗？对啊，他跟 OB 线杀15次，他被单杀了3次哎。哦，他被奥恩单杀了。哦，他那个线杀15次有没有算那个？是欧文在算的。你妈的，下路线杀3个，被线杀15次吧？哎，我说实话，15次应该是欧文占大多数。欧文最少10个。我还有很多算欧文的，因为欧文经常死，我看呀，我去盯眼，欧文是不是15次？他这个可能是算的辅助也把算进去了。如果辅助算进去，这个我要喷他了。你他妈也不是定制数据啊，辅助的。妈的，别给我定制数据了，在这儿。辅助对线器雷达图。哦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死15次？怎么可能啊？大欧文送算 EOK 的。好，对的，欧文送，欧文对线送了不知道多少次，好吧，莫名其妙的送，但是 EOK 的，欧文一定比 EOK 死的多，对，死多的多，一定的。我就说吧 ，SG 开心了吗？我不懂什么意思，但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，大比赛，其实这个蛮重要的，但是 MP 也不多 ，MP 太重要了，这个也不重要了，那这个也不重要了。不是他数据，他从这个数据上来看都有问题的，他被单杀的也多一点。
丢个蛋，哟，丢个蛋下路，老袁丢个蛋先杀王吗？丢个蛋下路老被坑了，我操，下路先杀对面13次吗？这不正常，风 pass 下路，妈以前都没有这种数据的，今天突然间出这个了，不是定制吗？嘎啦，还行，下路是那种稳健，他们下路比较稳，我比较稳健，嘎啦下路是这样的，你想杀他蛮难的，哦。第一哥哥不好意思下路先杀鸡，除了哥妹组合下路杀人无敌的都把把打爆的，跟你说了你不信对吧，这样打爆的下路被单杀了3次，但是现杀一共4次，那就是被单杀有可能是后面被单杀的、啊、对吧，单玩的时候吧就可以放松了、嗯、哥哥妹妹下路只少4次嘛，现杀对线棋二五二都是被抓死的，就是怎么能假数据吧，对，抓死比较多，抓死现杀不算抓死，抓死是稳的，嗯 MVP 4个呀，被 MVP 1个无敌啊，这数据就是按这个数据来说就是低，没问题的对吧，对线来说哥哥就是低，对线也低，只聊对线哥哥就是低，好吧，这个数据因为哥哥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团战的问题，团战问题大了去了，一般梦游的，对，团战大了去了，或者离开对线的时候那种小规模团战大了去了，现杀以官方定义为准非个人数据啊、嗯，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说他妈的他这个数据很准，官方的，官方出的没问题，